充分表达民意。那当让公园处这边有一个预询，我要跟您讲吼，安尼大家拢好做代。我吼今仔嘛是算忍辱负重，我来只甲大家来协沟通协调这个代志。我持评论，啊，我无希望讲恁直接打，因为咱拢真近的厝边，我无希望恁叫嚣，我安尼讲就摊平。恁拢真近的厝边，你要食鱼要食肉，随人去食，但是我无希望讲吼，伫我遮的时，咱大家产生这款。叫做讲安尼，我无希望安尼好无吼？啊，咱吼，这个正甲签好了，我叫四生吼，还是叫四年，甲咱摕，啊摕，恁签偌济算偌济，拜五啦吼，拜五中昼我来摕安尼好无吼？若要签就有够遐济通，遐济通个签，若要签，签咪当签咧两三百还是三四百，安就够。你的这是另外一案，另外一案好啊。啊，咱个退到后边两步吼，因为我想讲安尼我吼，我压力正当啦。不是压力正当，我今仔讲的唔对，趁老子该喷的无礼貌啦。安尼你啦，安尼讲较厉害啦吼，我算有实用的啦吼。你是好人啦、啊。我甲大家讲啦吼。我们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跟大家讲吼。不要吵了。来，我即马甲大家讲吼，恁签偌济算偌济。啊，不要紧，啊，总是讲我给因有一个意见的表达，啊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只要恁在做吼，人若无反对讲吼，回填吼，啊，代志我来处理哦，回填。哦，恁若讲在做有人反对讲回填，啊，你即马甲讲讲反对回填，啊，我要讲这个经理讲，要为这个窟啦，唔是你一定会受益，啊，所以恁就免违背书啦。那如果这个为这个窟啦是。你就真坚持，讲我就是要为这个困难，要为这个困难是我讲，哦，安尼讲，当伊讲了，伊就未搁再赞成讲要往回填了，安尼变成自打嘴巴，你了解吼？所以这个问题你慢慢感觉讲，我签回填的代表讲我吼，我帮忙对方不是，恁拢是弥平这个伤口，唔是在讲迄个问题，安尼你知无吼？我咧讲就大家真清楚嘛，安尼大家真清楚嘛，啊，我希望讲吼，我来甲大家解决这个问题，啊，我请大家吼。礼拜五中昼签给我，我会叫四生还是四年来摕，吼、哦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恁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安三个人，啊，电话留手机，留手机若无，手机留四万就对。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啊，真简单啊。啊，是阮用一个表格给你下面。好。安尼来，较等下吼，倒转去四生摕来，摕倒过来吼，摕个表格倒过来，安就对吼。啊，中昼就摕来，表格中昼送到位。啊，即摆够麻烦你啦，强调即摆老人遐爱穿，遐爱卡。好，户口迁走，好，袂使人无住喺遮，户口搁转喺遮，好，遐水也无，电也无，厝拢冻拢，好，拢安尼啊。这个我讲，户口搁什么意思？八年、十年啊。好，这个我讲，两年过啊，这古，遐也无意思。这古市政府做无够，所以我叫新政府来做。他已经讲了两次哈。今天才做这条新路，我意思说，那个平台。下一次再请赵妈的议员找社会局的人来，好不好？再办一个针对平宅的复活，哦，那个平宅的复活，这个没有没有，我们下一次再请赵妈的议员来主持，那社会局的人也来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我们都公开化。那个在为什么要公开化？本来就应该没有的啦，本来就应该没有的，空灵啊！我现在的解释是说哈，社会局，我现在讲意思是说，因为。他本来就应该没有的、啊。你要不让我讲，你要跟我讲，我大概一两分钟。你有什么好讲呢？我问你，本来就应该没有的、啊，你还有好讲，还有脸好讲？半退一下好不好？半退一下。大家都是，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哈，你玩那些假你也听了，我们再找一次会刊，找那个针对的户口，我简单一两分钟讲一下哈。因为当初要开发了，市政府要社会局的那个平宅的督导，叫他们安置。安置到万华的平宅，他户口就迁过去；安置到木栅、安康平宅，他就迁过去；安置到阳明山，他就迁过去，还安置不了，有些到戏子翠埔。
基隆的软软外之家，因为他的福利是在台北市，如果他马上移到台北市、台北县、新北市或是基隆，他的福利就被砍掉，他就没办法享受低收入户。那社会局现在目前大概剩下大概20户左右，那这完全不是我里长的权利哦。下一次也拜托。拜托，这一则是案外案，拜托。福利啦，一共两啊，那这是国家分两者安尼。唔是，我即马意思讲，一般的。我听，我来讲。伊的意思是讲吼，我知啦。伊的这个台北县的新北市的福利，甲台北市福利无同。伊即马人虽无住伫遮户口啦，无叫这嘛算幽灵户啦。这叫你讲是政府唔对，政府纵容。叫你讲，你应该找一个款是去苦工作，还是都要可以会当用。啊，结果吼，即嘛站着茅坑吼，嘛无拉屎，嘛无带人。安尼你怎话意思？这是对。啊，这我这么权利都无嘛。啊，是讲你做做议员的人嘛，会使甲立法院讲啊，袂使一国两制嘛。啊，根本啊，有领钱啊，即摆会讲有挂钱处理，台北市处理吼。迄个今仔日吼，感谢咱大家。我直接甲大家讲吼，我直接甲大家讲，我这个工课，我请咱大家甲我签个林叔叔，我嘛会摕着李长，请恁大家道歉。无差，我你讲吼，咱一定要有这个度量，讲跨越这个物件。啊，唔知代表讲这边的人有感受到讲，李长遐伊嘛赞成。我只要甲恁讲哦，那如果咱这边无人签，伊讲。啊你！你讲讲一样，就讲，咱既然不是咱做，不是咱提议，咱是怎我嘛同意这个。啊！你来讲吼，啊！你来讲咱面平这个伤口，啊！你顶讲我嘛签头一个，啊！签头一个我嘛很看讲，啊！你真努力，啊！你来讲，你来主持，你要到三更啦，哎啦，你要到三更，对啦，你要证明讲不是你的，你是爱签头一个，这样够好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哎，就好啦。安尼来讲，就算大家呢，大家即马呢好啊，讲啊，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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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主人啊，对对对，我唔是讲要来接甲你吼，你话讲你的人啊，何必就都安尼分咧？咱互伊分工，阮调都是，人都是迄个。啊，来我跟你讲吼，这个案件，咱今仔到这吼，我拄只嘛甲李长讲，我稍等咧，我先讲煞吼，我嘛甲李长讲，我讲恁送互我这个单，我嘛叫李长遐嘛爱道歉，包括李长嘛爱签头前，啊，唔代表讲。有做出来，互恁看讲，伊吼，嘛是要暂先回填，安尼你了解意思？啊，李长若暂先回填，买单替李长洗清冤枉公，这个灯光是。安尼安尼，请问李长，你大概弄几份啊？我们要想一想。不一定，哎呦，这样子，三分之二，哎呦，选举票拿那么高，弄不出几份来。这个大家吼，就不要再讲这个，不要讲情绪，好不好？对呀，我都没有讲话。情绪对立的话，不要讲太多，我们把事情解决了最好。啊，但是我们今天都这样讲，我们彼此在看诚意。你这样讲，啊，过几关人讲，就代表他有尊重，有听到大家的声音。啊，我主持，啊，我送上去，按来讲吼，给声光打开拢玩玩。啊，今天来了就唔丢，几关丢，啊，那丢拢我打一丢。而且，然后补充一个哈，不管什么公法，市政府公园处也好，议员也好，不管什么公法，哦，都啊派有还我的清白，伊来看到是积水啊，哦，伊来看到是积水啊个东西啊，啊没关系，那我今嘛意思讲，不管什么公法，只要保证以后不那个倒换颠覆。那我就跟大家这样讲哈，就是说今天哦，谢谢大家，是在一个很。我你讲吼，不大不相信，啊，大家互相伫遮吼，安尼来脑力激荡来冲撞，啊，冲撞了后，大家一团和气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好啦。就是说，不管吼正边、对边，大家拢要战前回点，安就好啊。啊，这水，这问题，咱这个上班了哈。真正清清楚楚，搞清清楚楚。我对做者，我知影。你搞那么清啊？我等一下就到，因为我还在另外一个会跟。另外一个15分钟到，请他们在那边等哈。你若是讲人这养老的人较济，就无要紧。